从于无始，以至今生，毁坏三宝，作一阐提，放大成见，断学般若，施害父母，出佛身学，无生劫难，破他翻横，焚毁塔寺，盗用商物，起诸邪见，薄污因果，侠尽恶友，违背良师，自作教他，见闻随喜，如是等罪，无量无边。故欲今日生大惭愧，磕诚佩漏，求哀忏悔，唯愿三宝慈悲摄受，方尽光明，照出我身，诸恶消灭，三障专除，福本心源，究竟清净。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南无历代祖师菩萨摩诃萨，南无历代祖师菩萨摩诃萨，南无历代祖师菩萨摩诃萨。一心恳请三宝林为此法会转法轮，普愿见闻增福慧，障消愿满悟无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哎，居士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那个《维摩诘所说经》。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完了这个摩迦叶跟那个须菩提跟那个维摩诘的两段的对话。那么，因为这个义理啊很深，那么所以，我后来再想想，再用什么办法，能够把它表达得清楚一些，或者，让大家理解得更清楚一些呢？那我想啊，还是归到那个佛法的基本的那个道理上边来讲，《金刚经》讲信心清净，即生实相是在那个须菩提我不知道，我因为这佛经的有系统的研究我不是懂得太多，因为我不是那个研究那个经教所谓科班的，不是这样子那我知道呢，这个维摩经呢，是先讲那个维摩经，还是先讲那个金刚经？根据智者大师的判教呢，应该是先有这个维摩经，再有这个金刚经，但是也有一些大德判教说这个维摩经就是这个般若经般若部那么，假如这个以这个智者大师这样判教这个维摩经是在般若部之前的所谓方等经，就是还没有讲这个《金刚经》，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须菩提等他对这个般若那种的空的智还是没有到那个《金刚经》那种的层次因为那个
在《金刚经》里面说啊，在这个正身正信稀有分第六里面呢，他须菩提就提出对这个释迦牟尼佛问师尊，颇有众生啊，得闻言如是言说张具生实信佛他就很怀疑有没有众生能够对这个金刚经啊能够产生一种的实实在在的信仰。那么到后来讲到第十四份的时候呢，须菩提啊才听闻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啊，三解意趣，涕泪悲戚，哭起来了。他那个时候才真正的明白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就说那个讲这个空的智慧，那个般若的智慧。所以他就说啊，那时候就说啊，世尊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啊，我从是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我都没有听过这样的经。虽然我是证了阿罗汉果，这之前的闻所未闻啊，没有听过金刚经这样的经。所以他说啊，世尊啊，若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只要他说他的信心呢能够清净，什么叫清净呢？就是你闻佛说法说到哪里，你就信到哪里，心里面一点怀疑都没有，那个叫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前次讲那个闻思修三会嘛，跟大家讲就闻法不精，思意不布，能闻思经不惊不怖不畏，修行闻思修法不精，思意不怖，思经不惊不怖不畏，修行啊是闻思修，是闻是很重要的，闻就信解是闻思修三会啊，你闻佛说法，你听到哪里就信到哪里啊，不是说迷信。那么假如你佛对佛有十足的信心，你听闻的法就要相信，
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只要你不相信的话呢，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更何况啊，听这个经典呢、啊，前文说的跟这个摩诃迦是跟须菩提讲的啊，这个法啊，甚至你成佛成魔一样的啊，上天堂下地狱也是没有所谓的啊。那么你闻到这个经典呢、啊，你要相信，你相信以后啊，有些人相信，因为为什么我相信呢？因为是佛说的。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是你失意就会不了。哎，为什么会这样子？想想你能够了解清楚了，你就不会解了以后就会不不。那么你闻法不精，你相信了失意不不，修行才能不畏。那么主要这个闻信是信什么呢？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你相信是头一步开始，是一切的功德法财的之母之开始。那么假如你闻的信心清净，实相，你相信心清清净净了，相信的时候就生实相。什么是实相呢？这个实相就是我们的法性。你只要有信心，闻法不惊，不怖不畏，那么你生这个实相。实相什么相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诸法空相也是个实相。那么实相的时候啊，天堂跟地狱它也是个空的。我们这张实相明白我们的佛性的实相的时候，这个实相当我们下在地狱的时候，我们的法身有没有破坏了一些？没有。我们上到极乐世界去，我们的法身也不会圆满了一些，也不会好了一些，那就是实相。既然你 信佛了，听经闻法信到这里的话，自然这个法身呢，上到极乐世界甚至成了佛，它并没有圆满一些，下到地狱它也不会被破坏啊，所谓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金刚一样的成佛的时候不会好一些，下了地狱它也不能坏了，也不能为这污垢的东西所污垢了、等于 一粒钻石一粒明珠，你丢到粪坑里面呢，它对它本体来说是没有什么损害的、所以那就是实相。假如我们能够相信这个实相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菩萨为了要度众生的缘故，他可以下地狱。所以地藏菩萨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但我们凡夫来说，哎呀，地狱是很可怕的地方，我不能到地狱去，我只能到极乐世界去，这有个法相。但是你信心清净明白的这个实相之后呢，实相的地狱跟极乐世界的法性来说是一样的。我们的法性，我们的法体也不会因为到极乐世界去就会好了一些，也不会因为下了地狱就坏了一些。既然如此，你真的信心清净，对这个佛法有信心的话，我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也可以到地狱去，为了度众生的缘故，我可以到地狱去。所以地藏菩萨才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所以在摩诃迦叶尊者跟着须菩提
为什么要去吃食呢？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度众生的缘故。为了度众生的缘故，假如你要下地狱才能利益众生，对这个众生有好处的时候，你必须要下地狱，那就无所谓了。因为他对佛法生那个清净的信心，知道天堂地狱是这个法性是一样的，而我们的法体，我们的佛性下的地狱也不会有什么缺了一些，残缺了一些，我们生的极乐世界去也不会怎么圆满了一些，我们的佛性是无欠无余，都是这样子的。只要你能够真的有这样的信心，信心清净，清净是没有一点的怀疑，没有一点的污垢，没有一点的移动，清清楚楚，清清净净的话，那么升天堂跟下地狱无所谓的。这罗汉他们呢，他们已经知道正道那个法身啊，他见性了已经，但是由于习气的原因，习气的缘故啊，他有个法的相，我的相，我的相他已经没有了，但是法的相还有。法就是我已经到了涅槃了，我已经到了彼岸了，我再不来彼此岸了，我已经证了涅槃的果了啊，无比的清净了，我就不能下地狱。所以他是习气的问题，还是有这么一些。所以呢，维摩诘居士啊，现在说这种法的，就破除他们这种的法执，我执可能他们都没有了，已经没有了，但是法执还有这么一个法啊。所以啊，他要破除他这个法了，就要说这个这种啊，是佛啊，是魔啊，是天堂啊，是地狱啊，等等，是有什么功德啊，没有什么功德啊，等等，那种的法相啊，把它通通彻底的把它破除了，所以他是为了劝他们回小向大，要行菩萨道。所以你能够这样子为众生的缘故，不是为自己的福报的缘故，不是为了这个有什么好处的缘故，我去吃食，我去度众生啊的话呢？那么你应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这样的心态，乃可取食。那你这钵饭呢，你就拿去吧。不然的话呢，你拿去这钵饭，为什么呢？为自己吗？为了饭菜好吃吗？为了饱自己肚子吗？不是的。所以为众生故，修行菩提。为众生呢，就能够下地狱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我们来说，凡夫来说，地狱是很可怕的地方。在罗汉来说，他们应该已经见性了，他们应该对这个地狱啊，那种的地狱是不好的那个习气啊。他罗汉是空的，已经应该知道地狱、天堂都是空的，但是还有这个习气啊，还有一种的那么那个。那个习气，这个法的执，那个执着还没有断啊，所以这个维摩居士才对他们讲的这么一点的那些法啊，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两段的经文呢，那也许就没有那么难懂了。好，我们今天有继续的讲那个底下那个经文，佛告富楼罗弥多罗尼子。汝行亦维摩诘问之啊，这个佛呢，像这个须菩提也不愿意去，摩诃迦叶也不愿意去，那么佛就点名啊，这个富楼罗多弥罗，富楼罗弥多尼子去。富楼罗呢，他众弟子中啊，这个辩才第一啊，他的辩才是最好的。他说汝行亦维摩诘问之啊，你去
维摩诘居士问这个维摩诘居士的病吧。富罗罗白佛言，富罗罗呢就对佛说了，世尊啊，我不堪任意比问执啊，我不能去问执，所以者何呢？为什么呢？啊，他又讲他过去的一段的经验。他说：一念我是于大林中啊，我在这大的树林中啊，在一树下，在可树的底下为诸三新学比丘说法，对一些刚刚出家的比丘来说法。因为富楼罗啊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啊，他是老资格了啊，大师兄了也是，所以他就为那些新来的师弟们呢说法。那么那个时候呢，维摩诘来为我言啊，维摩诘的来对他说，喂，富楼罗，哎，富楼罗啊，先当入定，观此人心，然后说法。我拜托你啊，你先要入定吧，先观观那些出家人的新学的学弟们的根基，才对他们说法嘛。啊，因为这个罗汉呢，他不比这个佛，也不比那些大的菩萨。这个佛啊，很大的菩萨，他常常在定，他不需要什么入定出定的。这个罗汉呢，他要作意，就观人家的根基啊，他要入定，要作意啊，就观想一下作意，那么他才能够观到那个众生的根基。好像我们看这个《地藏经》里面呢，啊，这个光目女啊，她为了度自己的母亲，所以她供养这个罗汉。那供养完了以后啊，她请这个罗汉呢，观察观察他的母亲现在堕到什么道里面去了，因为他母亲呢平常啊，要杀生啊，做口业啊，什么都做得很多，所以这个罗汉呢，为度他的母亲的缘故，为做定观，为他入定，来观察哦，知道他现在堕到这个无间地狱去了，所以罗汉呢，由此可证啊，罗汉他要入定，才能有这个宿命通，才能有这个什么神通啊。他不入定的时候他观察不到这个事情的。所以他这样就根据那个佛怎么说，他就 repeat 这个重复这个佛说的法嘛，就对这个新学的比丘来说法。那么那个又讲这个小乘的法了，因为初学的刚刚出家的比丘啊，那么也是讲这个，对他们讲这个四谛的法啊等等啊，这个小乘的法。但是维摩诘啊，就对他说：“哎，富楼罗啊，拜托你先入定吧，你可以入定啊，来观察人家的嘛啊，所以你观此人心呢，观这样的心学比丘的这个心，观察他的根基，然后说法。”无以未食之欲宝器，未食呢就是不干净的不清净的东西，放在这个宝器，宝器是很名贵的，比如水晶的丸啊什么的，这个这宝器呢，就譬如这个大乘的那个根基，未食呢就等于这个不清净的法劣的法不是上好的法。所以宝器就表示那些新的出家人的根基很利的，是大乘的根基啊。你用这个小乘的法来对他们说法，就等于以这个未食至于宝器啊。为大乘根基的人说二乘的法，就等于用这个不清净的食物放在那个宝器里面。当知是此比丘心之所念。你应该知道入定，知道那个比丘的心之所念，他的愿力是怎么样，他所想得到的是什么他的愿力是什么。
无离琉璃同比水晶啊，琉璃是很名贵的东西，水晶啊就是一般的这个玻璃差不多的东西 啊，所以你不要混在一起，琉璃跟水晶啊是不同的，它是大乘的根基，跟这个小乘的根基啊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对他们说同样的法，是吧？如不能是众生根源，你不知道那个众生的根源，它的根基，它缘就是它发心，它发什么心？是大乘的根基呢？是小乘的根基呢？它的缘是什么？它发的是什么愿呢？无得已而发起小乘法，你不能啊，令个众生啊发那个小乘的法，用着小乘的法啊来。为这是发了大乘的菩提心的众生啊来说法，就等于你对这个大学生你讲这个小学的法啊，他不应机啊，不单不能令他们信服啊，而且令他们生烦恼啊，浪费时间啊。所以彼至无疮啊，他好像一块好的肉里面没有生那个疮，误伤之也。为什么挖他的肉令他有？反而另有一个疮出来呢，他没有病，没有这个疮，你就不需要，不应该令他们呢，伤害他们，令他们呢，听了这个小乘的法，反而有一种的退步了，退转了，这样的。欲行大道，莫失小径。你行这个大道啊，不要走那个小径，小径的就兔径。小径也叫兔径，兔子走的路，小小的路，那个大的路呢，大道呢，就好像那个大象啊走的路，都是走这个大路啊，大将啊，大的象啊，不由这个小径啊，不走那个小的径啊，小径是兔子啊，小动物跑的这个小路。莫是大道，欲行大道，他要行这个大道的人啊，不要只是他这个小路走那个抄那个小径，不能这样子。吾以大海内喻牛直，牛直呢，直就是中直，这个顶牛的脚印啊，一个牛踩在路上产生一个脚印，能够容纳多少的水呢？一点点的水嘛，那大海的水放在那个牛的脚印里面呢，不能放这种的水的啊，就是表示你现在这个新学的比丘啊，他们是发了大乘心的菩萨，发了这个菩提心的啊，发了大心的人，你对他讲那么一点小小的法。不行的啊，他们要听的是个大的法，好像他们需要的是大海的水啊，他不是要小小的，好像那个牛的脚印里面的啊，能够容纳这么一点点的水，不是这个心，他们的心量不是这样子的。吾日日光等比萤火啊，这个萤火虫的光啊，一点点闪闪烁烁，不明亮，但是日光啊。搞一中天是无所不照的不能类比的他复此比丘久发大乘心啊，他这种他们这是新学的比丘啊，久已发这个大乘心啊，但是终亡此意，就新学的比丘过去他在过去生中啊，五百生里面呢，都发这个大乘的心，但是呢，他没有正果而已。所以我们说，这罗汉也有隔胎之谜嘛，他没有正果，他是发了这个大心，行这个菩萨道的，但投胎了、转胎了，来几生以后啊，他忘记了终亡起义，在当中啊，过程当中啊。他忘了此意，此意就是他的愿力。
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导之呢？你为什么他是发了大乘心的人，不过偶然他现在忘记了，不记得而已啊。你提醒他一下他就能够回复了。为什么你用小乘的法来教那个大乘的发了大乘心的人呢？那我观小乘智慧为浅，我观察的小乘的智慧呢，很微薄的一点点的智慧，没什么智慧，犹如盲人呢、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利钝。小乘的人呢，智慧很浅，好像这个盲的人呢，不能分别一切众生的根的利钝啊，就好像瞎子摸象嘛，有个譬喻，就《百喻经》里面，他不能见到这个全面。那个瞎了眼睛的人跑到一个大的象面前呢、有几个人有究竟那个大象是怎么样子呢？有一个人摸着这个象的肚皮啊，他说知道了，这个大象呢就好像一堵墙这样子。有一个人呢跑到这个象的摸到它的尾巴啊，说我知道了啊，这个大象呢就好像小像 一根绳子一样。那么有人摸到这个，有一个蒙的人呢摸到这个象的鼻子，他说哦，这个大象呢就好像跟水管这样子。他们对不对呢？也不能说他们错，他们只是不能全面的了解。这等于小乘的，他知道一些他不能全面的通通知道。他只是知道某一方面他明白了知道了，但是不能知道全貌所以这蒙的人呢不能分别一些众生的利钝。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了，这个罗汉呢他有这个智慧眼，他知道诸法空，但是呢他没有菩萨的法眼，法眼能观熟，他就知道那个根基，众生的根基怎么样利钝怎么样时维摩诘之入三昧那个时候呢，这个维摩诘呢就入三昧，就入定，令此比丘自此说命令这个比丘新学的比丘呢，他自知道他的宿命，知道他前生怎么样，过去生怎么样。他曾于五百佛所执中得本呢，他之前呢在五百个佛面前呢都种过三根，都发过菩提心，执中得本种得的本这德从什么地方来的？从这心里面出来的他已经就是表示他发了这个大心那发了心以后呢他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回向这个佛道，愿意他与一切的众生都能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入了定。入了定不单止他维摩居士能够知道有这个宿命通，也能够令这个众生都得到那个宿命通那么菩萨的宿命通跟我们一般的那个小乘的宿命通又不一样他的宿命通在这里讲了，就能够不单令自己能够得到这个宿命通，也能够令一切的众生都连他人的都得到那个宿命通的那么菩萨的宿命跟这个小乘的罗汉的宿命又不一样他第一他能够自知宿命，知道自己的宿命我得到宿命通了，我知道我过去生是干什么的他自知宿命，知道自己的宿命。第二，
他能够知他宿命，也知道别人的宿命。知道自己过去的、未来的命是怎么样，也知道他人的过去、未来的命是怎么样，这宿命是怎么样。第三呢，他令他己宿命，他也知道。他自己的宿命，就现在这个维摩诘就是这样子。他一入定，用这个宿命通啊，加倍那个比丘，令这个比丘也知道他自己的宿命。哦，在过去是五百僧啊，我曾经啊，这个五百佛所啊，资助德本啊，这、就是第三，令他知道自己的宿命。那么还有第四呢？他他知道自己的宿命，这个是令他自治宿命。令他自己宿命，令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宿命，他也能够令他人知道他的宿命。第五呢，令他知他宿命。第六，令彼治众生宿命。但令面对的那个人知道，也令一个众生得到宿命以后，辗转的令其他的很多的众生也知道那个宿命。所以这个菩萨的宿命啊，跟我们凡夫或者甚至罗汉的宿命不一样。罗汉的宿命啊，知道自己的过去的来历，也知道一入定观，好像那个。罗汉的为这个光母女来观察他的母亲那个宿命，知道某某人的宿命怎么样，那了不起了已经。这个罗菩萨的他自己知道，也令他知道，也能够令一切的众生都知道，也令有众生啊都能够有辗转的教化他人知道宿命的那种的能力。那么这个佛经呢就讲得很详细啊，就讲详细有一点要口，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精神就好，就知道不单是他自己知道，也能够令人家知道，也能够令他人知道别人的宿命，也能够辗转的令一切的众生都互相来教导，令更多的人知道那个宿命啊等等。那么这是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力。所以他知道以后啊，他知道自己常于五百佛所持众德本呢、啊，回向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心，所以这时豁然还得本心。这个心学的比丘马上就开悟，马上就知道，豁然就心胸的豁达，马上知道了。从前有隔阂，我今生都不知道前生的事情，现在他都通了，马上知道了。还得本心，本心就菩提心。哇、哦，原来我是发过这个菩提心的啊！这样子，于是诸比丘顶礼维摩诘主，所以
他这里就不止一个新学比丘了，诸比丘就很多了，一起的很多的新学的比丘啊，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呢，都顶礼这个维摩诘主，维摩诘是居士，照说呢，那些比丘呢不应该顶礼这个在家人，但是第一，这维摩诘是这个古佛再来，第二呢。他是由于这个维摩诘的感化之后啊，才能够得到那个知道智的过去的，所以他很感激的啊，就顶礼这个维摩诘，也没有这个法的相啊，所谓啊，这个是我是出家人，他不是出家人，他也没有生就这么一个功高我慢的心，就平等平等的啊。所以啊，谁能教导我的，替我跟我说法的，我就恭敬谁。那么，那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里面呢，他不单顶礼佛，他也顶礼一切的众生。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作佛。所以他是常不轻菩萨，他顶礼所有的众生呢。所以这个平等的角度来说就是他可以啊。虽然他维摩诘当时是居士的身呢，那些500那些新学的比丘啊，虽然是出家人的身份呢，他也顶礼这个维摩诘，但是这个是特殊的情况啊，我们不能说的居士啊就受这个，一般来说呢，不能受这个出家人的顶礼的那么在这里呢。之前我们说过，有人说啊，你没有开悟不能讲经那么这个道理我讲过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说在家人不能讲经因为怎么样啊？白衣说法就是末法的象征，在家人说法就末法时期啊，这法师都不讲法了，轮到这个在家人来讲法。是末法的藏心，那是白衣说法，不是这《法灭尽经》里面有这样，佛有这样的预计过，就未来的时候末法的时候出家人都不讲经，是在家人讲经，所以有很多人说在家人不能讲经，一讲经就是末法的现象，那是一种的现象。白衣说法是一种的现象，末法的现象是末法。这法师们都感惊叹都以这个要做功德等等为生了，都不注重传法了弘法，所以才有这个在家人呢来说法，是末法的现象，但是不是末法的原因。是一种的现象，不是原因，不是因为白衣在这样一说法的这个佛法就没了，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那么白当然居士来说呢一般应该向这个出家人请教佛法，出家人应该说法教导这个在家人不应该这个。在家人来说法，给这个出家人听那么当然，维摩诘居士是例外，他是古佛再来，是大的菩萨。但是你说居士白衣不能说法，白衣说法，就等于末法了，是这样的。不等于白衣说法一种的现象，不是末法的原因。所以法末不末呢，就要说那个法有没有人来讲法，有没有人来依着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去做去修行。假如有人讲经说法，不论他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有人讲那个楞严经，有人讲佛华经，有人讲维摩经、金刚经等等，反正
有人在说法，不是乱讲，是有根据的，根据这个佛说法的那个三法印啊，根据佛说法的原则来如法的说法，那个佛法就不灭不没了。要没有人说，没有人去研究这个佛法，佛法也没有人说了，那法当然是没了。所谓没法，没是说这个法没有了。法我们这里可以理解说是个真理，佛说的经典就是真理，真理不会没的，真理不会没的。假如能够没的，就不是真理了，真理是永远是这样子，就是一个设立不能磨灭的。但只有没有人讲他就磨了。所以所谓磨法就是说这个法是指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是佛的。佛是指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没了，没有人注重了，没有人讲了，所以就说末法，并不是说末法佛法没有了，真理没有了，真理永远都有的，不会没有的。但是没有人来依这个法来修行，没有人去研究它了，它就末了嘛。所以头一部经没有字的就是楞严经，所谓佛经没有字，不是说啊，通通都变成白纸了，没有字，不是这样子。你没有人去读它，没有人去研究它，它等于没了嘛。啊，那么最后一部经没的，就是《佛说无量寿经》，就讲那个净土的法门的。佛教有三经，佛说无量寿经、十六观经，就是观无量寿经，就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就佛说阿弥陀经，净土的三经。但后来呢，又把这个楞严经里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也算进去啊。后来又把这个，因为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呢，就讲的最后是回归这个极乐啊，所以又把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都算在里面，所以就是说净土的五经。那么其实来说呢，就是净土的三经。最初没有字的头一部经是楞严经，最后一部经没有字的就佛说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没有了，还留下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干百年过了以后，南无阿弥陀佛也没有人念南无阿弥陀佛了，就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四字洪名，四字洪名还留一段短短的时间啊，四字洪名都没有人念了，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就没有了，就没了啊。所以末法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法灭尽经里面这样预计的，我们就要多一点介绍那个佛经啊。不论你介绍它，不论你听得懂听不懂，只要有人讲有人念，它这个法就还在，还不没啊。这佛的修行的法门啊，禅宗也好，净土宗也好，讲经说法的那个教宗也好，有人在修行，有人在读诵，
他这个法就不默啊，然后没有人读诵呢，没有人研究，当然就默了。所以还有一点呢，我就是说那个净土宗啊，有时候弘扬这个佛法，有时候弘扬过了头一点，就拼命叫人家说只念佛就好啊，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就好，甚至也有人提倡这个经典里面没有叫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无量这个弥陀经里面只是叫你念阿弥陀佛啊，没有叫你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南无两个字也可以拿掉，就念阿弥陀佛就好。好，假如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来说什么是推动末法，就令这个末法快一点来。因为佛说灭尽经里面说最后只剩下四个字，就阿弥陀佛。假如马上大家都听像弘扬这个净土的法门的话，哎，什么都不要修其他的了，不要读其他的经了，就是念阿弥陀佛就好，那么马上就末法了。所以我们不希望推动这个末法。所以呢，我讲比如说讲这个维摩诘经啊，有点不自量力，但是所有的经典只要有人讲有人研究，这个法就不末。所以我们有这种维摩的心愿啊，愿意这个正法不灭，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听经多闻法，你懂也好不太懂也好，知道多少就说多少，那么这个法啊，希望这个法佛法呢还留在世间啊，不然的话马上就末法了啊。这是题外的话啊。那么十维摩诘因为说法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那么这个因为他们新出家的比丘啊，他知道自己的宿命，知道自己过去啊五百佛所执住得本发过菩提心，所以这是豁然还得本心，就有这个宿命通啊，知道自己的宿命。所以呢，因为这个时候，因为维摩诘这样为他们说法呢，他就再不忘记了，与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不复退转，再不会，之前有退转，忘记了啊。中，他们说怎么样啊？中亡此意嘛，中间呢，他忘记了啊，现在不忘记了。所以他对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不复退转了，不再退转了。所以我念圣文不关人根呢，就我念圣这个我字啊，是讲那个富罗罗。富罗罗说我想念，我念就是想，我在想啊，这圣文人呢、说法他不关人间呢、人根呢，他不善于先观察这个众生的根基，而就这样子说法了，不应说法啊，我就不应该说法了啊。所以呢，是故不任一笔问之，所以我不能担当这个去问这个病的责任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那个维摩诘跟这个富罗罗的那个说法的经过啊。好，我们再讲下一段。富罗罗也不愿意去，那么佛又点名了这个十大弟子里面呢，他又点名另外一个啊，这佛告这个阿伽谏言啊，阿伽谏言
就佛弟子中啊，这个论义第一，经律论嘛，他就这个论藏啊，特别有心得啊。那么他说啊，汝行亦为末劫问疾啊，你去啊，这个问为末劫的病吧。迦旃言，白佛言了。这迦旃言呢，就对佛说了：“世尊，我不看运比问值啊，我不能担当这个责任呢、啊。所以者何呢？为什么呢？一念事实，我想过去的时候啊，佛为诸比丘略说法要。这佛啊，老师您啊，曾经啊为这个诸比丘啊略说法要，就简单的说一说这个法要。”那么讲完了以后呢，我这以后敷衍持意，我跟着来了啊，就把佛陀您说的法，把它敷衍就推广的啊，来说他的意思啊，再复述一遍啊，为佛讲的法是什么？就法要是什么呢？是无常意、苦意、空意、无我意、执灭意啊。那么小乘的佛法讲的都是这种了，说无常、苦、空、无我啊，执灭啊，就是讲的这个法啊。所以就是讲那个法，就是讲三法印嘛啊，三法印，我们说。三法印啊，诸行无常，诸行无常，所以就是说无常意。法无我，涅槃直径，讲这个三法印啊，什么叫无常呢？无常啊，就万物的迁流不停，常常变的，常常变啊，苦，什么叫苦？苦呢？就对于前面的种种的境界，领纳前边的境界，扰乱自心，这苦，空。这诸法无论什么，它都终归为什么呀？是归于这个
灭亡，它没有永远存在的。所以无常、苦、空啊，那么诸法无我，这个诸法无我啊，诸法无我呢什么意思？这诸法没有一个自主、自主或者主宰。或者主宰的性，都依他起的，所以诸法无常，诸法无我，这无我，空。涅槃直见，直见涅槃直见，诸法从来也不生，诸法从来也不灭。所以我们所说的诸法无常，诸法无我，涅槃直见，那个无常，这苦，这苦这个呢，这包括在那个无常上面来讲，这苦啊，它无常，我们就觉得苦。前面的境界啊，现在有了，慢慢就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心，没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苦恼了。所以诸法无常啊，这个无常啊，就包括这个苦啊。涅槃直境呢，啊，就包括这个空。涅槃直境是空的啊，所以总括来说呢，佛讲的法都是无常，诸法无常，诸法无我，涅槃直境啊，所以这都是佛说的略说法要，这个法的要点就是讲这些法要。就讲那个原生原灭无常苦空的道理啊。他说回想以前呢、啊，佛为众比丘简略的说了正法的要旨。这个正法是什么呢？啊，就说那个总的来说，这两个就是有为法，这个无为法啊的大意啊，无常苦空等等的大意。那么讲完了以后呢，我随后就敷衍所说的义理，为众比丘啊，详细的解说这个无常、苦啊、空、无我跟这个执灭的那个那些道理啊。时，来为我言啊。那个时候呢，在讲这个法的时候呢，维摩诘啊居士啊就来对他说了，说为迦旃延呐、啊，哎。迦旃延居士啊，无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用这个生灭的心来讲这个实相的法。圆觉经讲啊，以有思维的心测夺如来的圆觉境界，好像取那个萤火来烧这个须弥山这样子，终不能着，都点不着的。用萤火来点这个须弥山，怎么点得着呢？这譬喻什么呢？以轮回的心生这个轮回的见，于这个如来的大智灭海啊，终不能至啊。用这个轮回的心，轮回的心就生灭的心行啊，想得到那个大的智灭海，得到那个涅槃呢、啊，是不行的啊。那么这个小乘的法呢，内无人，五蕴皆空，所以无人是空了，明白它是空。
但是还有一个法不空，还有空的法不空，就是说有本来有这个人的法去掉了，人去，但是这空仍然在，所以呢，就非究竟。这有与空来对，你灭了这个有，还有一个空在，所以这个空就是一个法相，没有人的相，但是有这个法相，无人相，无我相，无没有这个法相，无人，人也是一个相。这个空也是个法，这个法的相，它有。是相对于空来说有的，有把它去有去掉了，但是它空还在啊，所以你连这个空也没有了，那才是究竟啊。所以这生灭先行了，就有一个生出来，有一个灭掉啊，有生或者空灭，或者空生这个有灭啊，这生灭的先行来说这个实相的法，实相就没有什么生，也没有什么灭。大赞言啊，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所谓无常啊，就是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无常是诸法的不生不灭。毕竟就是究竟，就是无常意。这佛说，这个无常啊，是为建立不生不灭这个观点，种种法毕竟不生不灭。就是无常的真实的意思啊。假如你说诸法是不生的，永远都不生，那又是常了；或者你说诸法不灭，永远都不灭，也是有常。不生它也不灭，那就是真正的无常的逼近无常。不是相对于不生，它才有这个不灭；不是相对于不灭，才有这个不生。不是这样的，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常与无常啊。这个性是不二啊，常与无常这个性法性来说是不二，是一个，不是两个，所以。爱了悟的人说常他是对的，说无常也是对，但迷来说呢，迷者来说呢，见常他就说有一个无常，见到无常他有又有另外有一个常啊，这有常无常啊都是妄想分别的缘故啊。所以信佛也好，我们中国说的道家道教也好，其实讲的都是这个道理。我常常讲过有个阴阳啊，道教就讲这个阴阳啊。阴阳鱼。两者同出而异名，这个阴跟阳好与坏生跟灭，它是同时出来的，有生所以才有灭。有灭才有生，是相对来说它是一起生出来的，同出
而异名，他名字不一样，他是同时出来的，跟阴阳也是同时出来的，有阴他同时就有阳，有阳同时就有阴，阳我们常常说是好，阴我们常说负面的 negative 就不好，但是 negative 跟 positive 它是一起来的，同出同时出来的，但名字不一样而已啊。所以生灭啊啊，好坏啊，好丑啊，什么叫觉啊，什么叫迷啊，等等等等等等，都是同处而异名。这个法性是一个，法性之一，所以我们要看破这一点。佛法啊，信佛啊，真的明白佛法，不是叫你拿掉这个不好的，我永远要好的，这样子。佛法是叫你看破放下，当这个好跟丑你的同时把它看破了，知道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好跟丑是跟非是同一个东西，你把它看破了，这个法性是一并不是多，把它放下，不要生这个分别心，当下就得到解脱。对好的境界我们不生欢喜，对不好的境界我们也不生烦恼，因为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同出而异名啊，同出而异名，它没有分先后，先出这个好再有坏，我先出来这个坏才有好，先有阴才有阳，先有阳才有阴，不是这样子，阴阳同时出来，好坏同时出来，是非同时出来。所以楞严经说啊，阎妄显诸真啊，真妄同二妄，为什么要说妄呢？因为要显那个真出来，因为要表达那个真，所以你说啊，什么什么是妄的，所以什么是真的。所以当你说这个真的时候，其实里面就包括一个妄在里面。你说好的时候，它就有个坏在里面，因为没有坏，它就不会有好。所以你说好，其实它包括一个坏在里面，你说是的时候它包括一个非在里面，没有非会怎么会 有事呢， 它是一个，所谓不二法门是一个，不是两个，不是 多个、啊、所以说啊，佛法无多执啊，佛法就是一个佛法，没有多子多孙、啊、我们说出来又生出很多很多的东西出来了，就有子有孙、啊、有玄孙、啊、一直多来 讲的很多了。所以佛法真的开悟，真的明白这个佛法，就知道不生分别。我们 佛教的俗语就说代的法，对待不是二元，就是二元的法，是没有二元的法，二元其实就是一元。因为你说真，真里面就包括一个妄，没有妄它就不会有真的。你说是它就包括一个非，没有非它也不会有是。我们只是的把心静下来想一想，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明白这一种呢，你不生分别，
没有对待，没有二缘，就不会生烦恼。所以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这个无常就是不生不灭。有个无常就会跑出一个有常出来，无常它也没有生一个常，也没有生一个灭。五阴五受阴动达无所起，五受阴呢就是五阴色受想行识，这些都是我们读心经的时候啊，读其他经典的时候讲过很多了，就是五阴色受想行识。色就是色法，受想行识就是个心法。我们人怎么成为人呢？有这个色身，有心理的行为，两个加起来才是个完整的人生。只有身体没有心里面的内在的那种的心理的活动，不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只有心灵的活动，也没有这个色身，也不成为这个人生啊。所以色受想行识就是五阴身，也叫五受阴身啊。那么有些讲这个六根跟这个色受想行识，有些说色声香味触法。这个色声香味触呢，就包括一些有形有相的东西。色就是看得到的，色声，声音听得到的，香味闻得到的，味道尝得到的，触就摸上去有东西可以摸到的，滑的，粗的等等。法就是心法，这个心法，法就是心里面的法尘，就前面。这个色声香味触六尘落谢，过去的没有了，在心里面还留下这么一个影子，所以五受阴心，五受阴，就讲这个色受想行识，就有些人呢，他要了解多一些这个心里面的现象的，所以就佛就对他说，这个色受想行识多讲一些心法，小讲一些色法。有些众生呢，他注意这个外面的有相的东西多一些，不注意这个心法，所以佛就对他多讲一些那个根的五尘的法，小说一点那个心法，就是两个是一个是归纳，把它受想行识，就把它归纳到一个心这个色法，把这个色声香味触把它归纳成那个色法。有时是归纳法，有时是放开的。相对的归纳就是扩充来讲那个法，有时候扩充来讲，有时候归纳起来来讲，所以长说短说横说竖说，讲来讲去就是为了破除众生的执着，破除众生的无明。其实这个法就没有什么法不法可以讲的，众生不明白，所以佛就是哎。有时候这样讲，翻过来覆过去，长说短说，详细的说，归纳的说，讲来讲去都是讲这个法。所以五受阴呢，这里五受阴呢，就是讲这个色受想行识的法。对于五受阴这个法呢，动达空无所起，都明白它是空的，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啊。
就是空无所起，五蕴啊，是空无所起的。空无所起是苦无益，你没有了达这个诸法的实相来说呢，是五蕴为实有，以为它真有的，所以就有苦了。五蕴呢，啊，我的身体现在有这个病哪个病，我心理上面来说这个不顺我的意，那个不顺我的意，啊，你以为这个心两个法是实有的，所以就产生这个痛苦啊，就是苦啊，是苦意。那悟了的话呢，见诸法皆空，不着那个五蕴之法，就离苦了，就没有苦了。那心经说色不异空，这个色跟空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不异，没有不同，是这是空，空之事是不异的。你说不异，它还是有两个，不过它是等同，所以就不异。这等于我给你100块钱美钞。这100块钱美钞，另外有一张100块钱的美钞，相等的不异。这一块100块钱美钞跟另外一个100块钱美钞不异，但是其实来说，它不单只不异，它只有一个，不是两个。这个色就是空，这是它不是两个，不异呢还有两个，这是就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就刚才等于我画这个阴阳鱼啊，阴阳阳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好像有一个硬币，一个 coin， 两边，这边是有个人头，那边有个字，它是一个一体两面而已，不是两个，所以。你明白了他这个呢，就没有烦恼了，没有苦了，是一个，啊，能够令你苦的，也就能够令你快乐的。没有一定什么东西令你苦，一定什么东西令你快乐的。同样一个东西能够令你痛苦，同样一个东西也令你快乐。金钱，你觉得金钱有了令你快乐，但失去那个金钱的时候就令你痛苦了。所以金钱是能够令你痛苦也是令你快乐的。这男女之间的感情，你爱的时候男欢女爱，爱的时候觉得啊，那爱情很美妙很好，但是一天他反目成仇，他爱了别的人了，哦，你觉得很难过。所以究竟他是假的不是真的，同一个东西它有两面，它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都是空的。所以智者，有智慧的人呢，能够明白这个呢，就没有痛苦了。把究竟无所有啊，这个诸法究竟无所有，这究竟是空的，诸法的究竟是空的，是空义。怎么知道它是空呢？这小乘是空，把它分摄起来，观诸法缘起，一切东西都依它起，都有各种的因缘凑合，才暂时有这么一个现象。那种的现象，不管是心理的现象，心外的现象，都是现象。我们在佛教来说就叫做法，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这缘聚加起来就暂时有这么一个现象，缘散的就没有了，所以是空义，它并没有一个自主的性，所以说是空。那么虽然观空，它
他仍然有这个空的观念，这个小乘来说，所以啊不究竟啊。大乘的佛法呢，知道当体之空，不需要分析它，就是空。所以有的时候它并不是真有，在空的时候它并不是真的空，所以是究竟啊，也不拒绝有，也不拒绝这个空。为什么？因为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可以我们说是有，说的无。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有跟无啊是平等的，平等。因为怎么平等啊？因为它都是原生，有才会生出一个无，有无才生出一个有，所以是平等平等的，是空的。现在空的那有什么看不破放不下的呢？我们凡夫不知道它是空，所以就有烦恼。我们不随缘，所以就有烦恼。之前我说过，因为我们由于不随缘，不随顺这个法性，随顺这个法性，就没有烦恼了。什么法性啊？这个法性就原生原灭的法性。人只有短短的100年、几十年，你随顺它。他有病，有生有灭，有常住坏空，生住异灭，有病是正常的。你偏不要这个生住异灭，我生出来我不要死，我青春要常住，我永远不老，那就是烦恼啊，不可能得到这个事情。我在世的时候啊，有个人死去那个丈夫，所以他觉得很悲哀，很烦恼。所以他就找佛啊，有什么法门啊，念什么咒啊，做什么功德之类啊，令我的丈夫啊说可以的。你去一家没有死过人的家求一炷香，求那家没有死过人的那家人呢，给你一炷香拿回来啊，点了，我教你一个点那个香的办法，点了他就会活过来了。哎，这个女人一听啊，哎，这个很简单的法啊，所以就很高兴。但是呢，他找了很多家问人家，你有没有死过人呢？不是说那个祖父的辈死过去了，就是年轻的人也死了，有些人夭折的，有些人长命一点，反正都是死过人的。那么找了很多都没有找到，那么就回到佛那边说，佛陀啊，我没办法。所以佛就说，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那是法本如是啊，生住异灭是一定的自然的现象，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随顺随缘了啊，对吧？随缘就没有苦恼。每一家人都是这样发生的，偏偏是为什么我不能发生在我家呢？但我们要看破，要放下。据说啊，那个清代的时候有个纪晓岚嘛，啊，那么有人有个富人呢、啊，哎呀。很有钱的人呢、啊、因为他很有名嘛，所以生日的时候啊，做大寿的时候叫他提个字啊，因为他很有名，所以推迟不掉，所以没办法了，都写了。他说啊，父死子死啊，
孙子。哎，那个有钱人，我请你替我写一些人大，我大寿今天呢、啊？你写那个那么不吉利的东西。那纪晓岚说的不是不吉利，那是很吉利的。先父死先，然后儿子死，然后孙死，那是最吉利的。你不要孙子先死，儿子死，才到父亲死，那就不正常了嘛，那就不幸了嘛。所以随顺有序的。老的先去，没有那么老的后去一点，再年轻的再才去啊，那是随顺那个自然，那多好啊！你偏要先孙死，才子死，才父死，那就更不吉利了。所以人都是这样子，每个家庭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子。我们随顺他，哎，觉得很正常，不要。要求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发生，我不死，不可能的。但是你要随顺自然，你要看得破，放得下，那就好了啊。欲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而异。欲我对我。什么叫我呢？是无我，我与我是等于无我，这我是什么做成的？四大五蕴，刚才说嘛，四大五蕴合合而生的嘛。四大五蕴来说，哪一个蕴里面能够自主独立的呢？我们的身体来说，四大所成的地水火风合成的，色受想行识心理的活动，今天是这样子的，昨天的心态跟今天的心态又不一样。早上的心态，我遇到不高兴的事情。我不高兴，下午我遇到顺我心的事情，我很快乐。他不能自主，他由于种种的境界，令他欢喜，令他不欢喜。这个身体来说，交臂非故，两个人摩肩擦踵相遇而过的时候，前一秒钟，他的身体。跟后一秒钟的身体细胞里面起了很大的变化，心里面所想的事情都不一样了。所以不论身不论心，都跟以前的不一样了，都无常了。所以交臂非故两个人摩肩擦踵而过的交臂而过的时候是非故，已经不是从前的人了，一见不再见了，见到。前一秒钟所见到的你，后一秒钟再见不到了，所以他是没有一个我的啊，所以我无我无我，我是无我，但是我与无我是不二，我与无我这个法是一个，不是两个。哦，为什么它不二？这刚才说我是等于无我，所以它不二嘛。无我就是我，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是无我的意思，才是真正的无我的意。法本不然，哦，跟无我是相对待的法。为破我执而说无我，我既然破除了，就没有我，那个也不立了。我与无我都是假名，都无实义，所以说不二。我与无我都是空的，所以说不异，不二。法本不然，今则无灭。这个然呢，
燃烧的燃。此事意已过，命亦随减，如旧头然，但念无常，慎勿放逸。如旧头然，啊，在晚课完了以后，我们念的如旧头，是日已过，如旧头然。这个韦挪做完了晚课，就念了：“今天已经过去了，如旧头然了，啊，但念啊无常了，啊，慎勿放逸。是如果命亦随减。”那已经过去了，这个命啊，命光又短了一年，短了一天命了啊。事已过，如命亦随减啊。小水鱼啊，是有何乐？就等鱼缸，鱼缸里面的水，今天你把一瓢的水干掉，再了又干掉一瓢的水，又干掉一瓢的水，慢慢这个水都没有了，命也没有了。是有何乐呢？有什么快乐的呢？这个命啊，终归会死的。所以如旧头然呢，如旧头然就是你头发着了火了，很低切的。你不能说头发着了火，慢慢来，明天再处理，不是，马上就要处理。就人命无常啊，马上就要处理它了。人一世人生啊，万劫不复啊，是吧？就逼迫的心，所以这个燃的骨质啊，火烧跟那个燃是一样啊，就等于这个火烧那个燃一样的啊。有时候翻译呢，我看好像翻译嘛，这个他如旧头燃的，就好像啊 ，save your head， 不是 save your head， 就 save your burning head。Burning hair 啊，你着了火的那个头啊，不是单单救这个头啊，而是救那个着了火的头，很迫切的啊。法本不燃，燃就是燃烧。玄奘的本呢，翻译为无有自性，亦无他性，本无炽然，今无是灭。燃就炽燃，就是这个火烧得很旺的样子啊。那么火烧烧烧烧得很旺，慢慢烧完了，这个火灭了啊。但他说法本不燃，这本来没有烧，没有烧就不会有灭。所以烧了炽燃的东西，好像火很旺，这个火光很熊熊大火的样子。那熊熊大火它本体是空的，没烧完就没有了啊，所以像没有烧，所以它就没有灭啊。这火烧出来是幻象，不是真的。法本不燃，本来没有烧，这个五阴本来没有炽燃，炽燃就是宛然。看见他明明是有大火在烧，明明这个色受想行识呢是炽然而生存的，很旺宛然生存在那边的，但是他是没有的。既然没有，这有什么灭不灭呢？没有灭啊，法本不燃呢，今则无灭，是执灭意，这本来就无生无灭，那就是执灭，就是涅槃啊。所以三界诸法本。不自然，诸法本无生，所以也没有灭，那就是真正的执灭的意，不是先生出来然后就没有了，那叫执灭啊。生跟灭是一个，不是两个，有生所以才说有灭，有灭所以才说有生，它是一个法，不是两个法。那么说是法以时啊，
比诸比丘心得解脱。当维摩诘说这个法的时候呢，比诸比丘呢，就是那些发了他说法啊，那些啊，听这个摩迦旃人说法的那些比丘啊，啊，心得解脱，就心开理解了，就明白了啊，得到解脱了，故我不认一比问值。你看这个维摩诘居士三言两语就把人家讲的开悟了，心得解脱，就是再没有苦恼了，再没有烦恼了。开悟了，说我没有这个办法，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比不上这个维摩诘居士，所以呢，我不看一比问值，我不能去他哪里啊问他的病。那么再下来呢，就是讲这个阿罗律尊者。阿罗律呢，是这个佛的声闻弟子里面的天眼第一啊，但是只剩下了十多分钟啊，可能讲不完，我们就留待下一次再讲吧啊。那么今天我们先回向啊，大家看看有什么回向了以后有什么可以值得讨论，或者大家有什么意见的，我们提出来啊，这个讨论啊，我们先回向。我们先回向，弟子众等一心恳请三宝慈悲加倍，金刚护法龙天道叉神将哀悯护持，以净光助照十四摄云。弟子众等愿以无始乃至今生以至今未来际，父母师长六亲眷属冤亲债主一切有缘执法界众生等，去能罪障消除，善根增长，所求愿满，早脱轮回，殊生净土，圆成佛道，现生身心健康，无助病恼，富饶安乐，衣食丰盈，所受用物无所乏少，家庭和睦，随所要求，做住三业，不愿破魔眷网，出离恶见愁林，增见精进，未生之恶永不令生，已生之恶速令消灭，未生之善速令升起，已生之善速令增长圆满，巨大福慧，能力因缘，做住三业，供养三宝，弘扬佛法，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乃至菩提，永无模式，永不退转，弟子所愿如是，愿三宝慈悲，爱怜舍受，速满所愿，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